哦哟，肚子好饿哦，买个便当吃吧。弟弟，你要吃什么啊？来个鸡排饭好了。那你选三样的配菜。哎呦，茄子哎，我不太敢吃茄子。那我要蛋、豆干跟薯条好了。确定吗？我要收摊了，茄子可以送你哦。不用了啦，我拿钱给你。啊，没关系的，这些我都送你。啊，这么小啊！我的鸡排被污染了。可恶，好险，至少薯条还算安全。这咖喱嘛，送你啦。不要啊！看我的，我的电灯毁了。不对，还有救！上面的酱汁还没渗透到下面的菜色，我只要回去马上把它刮掉，那就。啊，那七十。干。